今天上午发生全台大停电，无预警的停电让人措手不及。瑞芳市区的店家里头都黑麻麻的一片，瑞芳区公所则是在第一时间成立灾害应变中心，并与各编组保持密切联系，因应交通号志全面瘫痪，仅一交就到重大路口指挥交通，其他就有一人受困电梯案件，不过很快就被救出。那我们公所在第一时间已经成立那个灾害应变中心，那也通知我们灾害应变中心的各编组，然后尤其是我们那个警政组的部分，因为我们在大停电，包括我们重要的路口号志，全部那红绿灯都没有那个号志的那个显示，那个警政组在第一时间在我们重要的那个瑞巴公路，还有我们明灯路的重要路段都已经有派员去做交管的这个动作。然后那个消防队的部分，我们第一时间我们也透过我们里长的系统跟我们那个消防队那个灾害通报的查通报的系统，然后目前截至那个早上这个部分，我们电梯受困的民众有一位，那已经及时已经都排除了。来到菜市场里也是黢黑一片，有的摊商自备光源继续做生意，另外就连瑞芳卫生所也因为停电，电脑系统无法操作，也停止看诊疫苗的部分，幸好备有发电机自动蓄电，让疫苗维持在一定的温度。因为我们所内自己有那个柴油的发电机，所以它有一个自动不断电系统，当停电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动启动发电机，所以就疫苗的保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现在停电，所内的一些电脑系统都还是没有电的，所以我们目前还是不能做疫苗的施打。那这边公所也再度呼吁我们那个民众，遇到停电的部分，如果你是在那个开车上班的途中或是在用路的部分，请注意交通安全，然后停电的时候千万不要搭乘电梯，我们尽量走那个楼梯的部分。那如果说不幸在那个停电当时已经在那个电梯里面，也不要惊慌，立即报案打119通报，然后等待救援。因为发电厂设备故障，所以造成全台大停电，在台电全力抢修下，停电将近两个小时，总算恢复供电，一切又总算恢复正常。记者陈威，瑞芳采访报道。